Hello，大家好，我是喜聪。今天呢，最大的新闻呢，莫过于这个了哈，就是我们的雪兰莪州苏丹呢，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哈，公开的批评这一个回教党的全国主席哈迪亚旺，说他无理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呢，最近呢，这个哈迪亚旺呢，他的言论呢是越来越过火了。我也做了很多个视频啊，来讲他的东西了。我之前我都很质疑了，这个哈迪亚旺啊，在马来西亚呢，如入无人之境啊，他想怎样讲都可以啊，我也是很奇怪的哈，警察呢，有时抓他一下，有时候又没有抓他，我也不知道怎样了哈。我之前我说过了，他起码也要中煽动法令很多次了。今天呢，这个雪兰莪州苏丹呢是忍无可忍了啊，终于指名道姓就是呢点名这个哈迪亚来开骂的了啊。给、OK， 他就骂他无理啊，然后骂他呢企图分裂马来人没有错啊，这些都是哈迪亚旺过去一路来所做的事情OK， 其次呢，我觉得啦，我们的皇室呢。尤其是这个雪兰莪苏丹呢，其实一直呢，他们都对这个政治呢保持高度的敏感啊，因为呢皇室不能干政，他们也一直呢都非常恪守自己的岗位啊，可以尽量不要干政就尽量不要干政啊。然而现在呢，这个哈迪亚旺呢，他的行为举止呢真的是过火了，过火到身为这个宗教领袖的这个。雪兰莪州苏丹呢，忍无可忍了，他都必须要出来开炮了，所以你可以想而知了，这个哈迪亚旺到底去到多么的过分了，他过分在哪里这个我在我之前我的视频我有说过了，就是呢，哈迪亚旺你发现到他在过去尤其是最近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了，他一直代表他的神讲话。他的神不是我们的神OK，他可以爽爽就代表他的神然后呢去诠释哦，这个《可兰经》是怎样的，先知是怎样的然后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曾经讲过哦，你们投回教党就可以上天堂你们没有投回教党就下地狱喂，这句话是神告诉他吧OK，然后还有还有很多，就是他很喜欢说的是，他的宗教允许这个，允许不允许那个，全部他讲的完了嘞，都不知道是神讲的还是先知讲的，而且我只知道是哈迪亚旺讲的，OK，所以啦，你想象一下啦，哈迪亚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代表神讲话的这种举动身为真正的那个宗教领袖的皇室。你说可以坐视不理吗？是我的话，我早就开炮了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你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回教的领袖是谁你要知道其实马来西亚呢并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回教领袖，并没有很多人都误以为呢最高元首呢就自然而然是国家级的宗教领袖，其实，在马来西亚呢是没有宗教第一人的，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呢，马来西亚呢有9个州有皇室，然后那9个州的苏丹呢，就是他们各自州属的宗教第一人全部平起平坐了，没有分谁高谁低的。然后那些没有苏丹的州属，就比如说沙巴、砂拉哇、吉隆坡、马六甲、槟城这些没有苏丹的州属，然后他们的回教第一人。就是最高元首5年换一次的意思OK，所以呢，马来西亚如果你要找这些宗教的第一人、宗教的领袖的话，有也是这些皇室，他们才是真正的宗教老大、法定的老大，而不是你回教党OK，说 现在这个回教党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那边呢啊，把自己当作是宗教的大哥啊，甚至呢可以自己呢啊诠释神讲什么话啊。所以你想一下啦啊，如果你身为王室，你身为真正宗教的老大，你还坐得住吗？啊，是我早就坐不住了啊。所以呢，今天呢，雪拉周苏丹呢出来炮轰这个哈迪亚旺了哈、啊，我是觉得他已经冷了很久了啦哈、啊。我如果是其他州的皇室的话，我也是啊，早就出来开炮啊啊。OK， so。今天呢，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呢，皇室呢其实已经冷了这个回教党，冷了这个哈迪亚旺很久了。就是你平时在那边靠北靠布无所谓，但是呢，啊，千万不要越过界啊，把自己呢当做呢是宗教的权威，马来西亚真正宗教的老大，所以肯定是皇室法定的那种啊。OK， 但是呢，这个回教党啊，啊，现在呢，他真的要把这个宗教的权威争过来做，哇，是你是皇室啊，你可以接受吗？啊，肯定接受不了嘛，是吧？啊 ，OK， so 马来西亚的皇室呢，啊，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民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威信的啊。OK， so 很多时候呢，这个皇室呢，可以作为这个多元社会的仲裁者。啊，就是呢，如果有发生什么多元种族或者是多元宗教之间的纠纷的话，这个皇室呢都是可以出来一锤定音做仲裁的，啊 ，OK， so 如果啦，你给予人民选择了啊，左手是政党回教党啊，右手是皇室啊，我相信了人民呢还是会给脸皇室的，啊。Okay, so 我不知道回教党有没有认清这一个事实啊，啊 ，so 我觉得今天呢，这个雪拉周苏丹呢出来抨击这个哈迪亚旺啊是非常正确啊，早就应该做了啊，为什么啊？早就应该有一个皇室的代表出来抨击这个回教党啊，指着这个回教党的鼻子骂，你只是一个政党啊，你也是凡人肉胎。啊，你不是神，你也不能代表神讲话啊！不要乱的以宗教权威自居啊！你没有这个资格去诠释先知讲了什么话，神讲了什么话啊！马来西亚的宗教老大是我们王室啊 ，OK， 早就应该有一个皇室代表出来讲这些话了，不然啊，马来西亚的那些回教党的支持者啊，还真的是傻傻的以为哈迪亚旺啊。啊，就是宗教的权威，哈迪亚旺就是宗教老大啊，在宗教上他说了什么都算啊，早就应该纠正过来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接下来啊，啊，这个皇室呢出来呀、啊，抨击这个哈迪亚旺跟回教党啊这种事情啊，陆续有来啊，我是非常希望了啊。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